西方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去，随时可以回来，不是难事啊，但就要放下，要彻底放下。你心里还有一点东西，不行，这是障碍。到极乐世界真是大圆满，过去无量劫，未来无量劫，所有的修行功夫一念当中完成。所以八万四千法身难的，为什么要断烦恼？这个不要断烦恼，只要心里有一句佛号，太简单了。我们一定要清楚，极乐世界是老家，回老家还谈什么条件？现在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条件那个讲，拜这个忏，拜那个佛，都把人搞乱了，他本来可以去的，他就去不了了。我们看到很好的修行功夫，最后还是考虑到轮回，多可惜，没有遇到这个法门。遇到这个法门不能坚持，问题出在这。总的来说是缘分，临命终时有人拉住他不让他去，很多的例子，不知道这个地方留不得，自己真想往生，真有把握，一个都不留。宗门禅宗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原理跟净宗完全相同，就是放下。屠刀是什么？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这叫屠刀。一切时一切地要把这个放下，其他的假的不是真的，所以你应该放下。Oh.